近日，由宁浩执导、黄渤、沈腾主演的电影曝光了一款海报。在海报中，黄渤骑着自行车，沈腾被坐在前面，被紧紧架在了怀里。一轮圆月下，黄渤与沈腾骑着自行车走钢丝，还摆出这种姿势，真的很好玩。在黄渤怀里的沈腾表情看起来有点小惊慌，不过他本人倒是对这张剧照评价很高，跟渤哥合影立马凸显我的偶像气质，谢谢哥哥，话语中充满了自信。而黄渤的回复就比较震惊了，毕竟这也是他和宁浩导演又一次合作《疯狂》系列。2006年演宁浩导演的《疯狂的石头》，转眼间12年过去了。2019年，耿浩我又回来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